我点了你最爱吃的芒果慕斯，赶快，今天辛苦你了，赶快吃，赶快吃。怎么了？不喜欢吃吗？身体不舒服？赶快吃啊！怎么了？你是不是有什么事情瞒着我？发生什么事了？跟我讲吧。不要以为你可以逃过我的手掌心，我可以看透你的一切。快点告诉我，发生什么事了？哎，怎么了？怎么突然哭起来了？你不要哭，告诉我发生什么事了？谁欺负你？谁欺负你了？我去揍他。好了，不要哭了，你告诉我吧，发生什么事了？我告诉你，不管怎么样，我不会让除了我以外还有任何人可以欺负你，知道吗？留在你身边。